一个90后富婆开了一家台球厅，准备要转让的时候，一个小伙子走过来问美女，转让费多少钱？富婆说100万。小伙子说，美女，我看你也不差钱，你先别转让了，我来给你经营。如果我能让这家店扭亏为盈的话，能不能给我40%的股份？而且你什么活也不用干，全部交给我。这位富婆听了之后，笑着跟小伙子说，你一个穷小子能有什么方法？小伙子说，我现在还真有三招能够让台球厅火起来，要不我先说一下，你觉得可行的话咱们就合作，如果不行的话你就继续转让。富婆说，那小伙子，你说具体是哪三招？小伙子说，这第一招，我们要先搞点人气，来打台球的都是年轻人，我们就大量的宣传，凡是用国产手机的用户都可以过来免费打台球，不是免费打一次，也不是免费打10次，就是一直免费给他打。小伙子问富婆，你觉得这样这些年轻人会不会来？富婆说，那当然会，问题是这样，怎么赚钱？小伙子说，咱们设定一个规则，每次打台球不能超过半个小时，半个小时之内免费，半个小时之后收费。小伙子问富婆，顾客打台球一般平均打多长时间？富婆说，这些人打台球太有瘾了，起码要打个2-3个小时。小伙子说，那就可以了，免费半个小时，吸引大量的人气，再赚后面1-2个小时的利润，比你现在直接按小时卖还要赚钱。富婆听了之后脸色笑嘻嘻地说，可以，小伙子，没看出来你这么厉害。小伙子又说，这第二招，咱们搞一个会员，凡是过来免费打台球的人，让他们交99块钱的会员费。富婆问，那交99块钱会员费有什么好处呢？小伙子说，第一个好处就是原价20块钱一小时的台球，给他15块钱的优惠价。第二个好处，凡是会员过来打台球，每次过来免费送他一瓶饮料。富婆说，那不就亏了吗？小伙子说，打台球都是2-3个人过来打，你送他一瓶饮料，这个时候请客的人要不要每个人都买一瓶饮料？如果你不送他一瓶饮料，也许这些人不会买饮料，但是你送他一瓶饮料，也许他们每个人都会买一瓶饮料，他们总不能只有一个人喝饮料。其他人眼睁睁地看着，这富婆听完之后连忙点赞说，你这小伙子可以，有2下子。小伙子又说，这第三招，会员每个月都可以参加台球比赛，凡是拿到第一名奖金2000块，拿到第二名奖金1000块，并且再把他们的获奖照片挂在台球厅。这些人的虚荣心可高了，都不服输，都想去赢。他们会想花99块钱，不仅打台球便宜，而且每个月都有赚钱的机会，名利双收，他们肯定会很愿意花99的。富婆听完之后太兴奋了，说可以可以，这招不错。然后富婆问，小伙子，看着你也挺普通，你这些做生意的方法都是从哪里来的？小伙子说，其实不是我聪明，而是我最近学习了视频左下方开店获客36计，里面还有很多做生意的方法，包括怎么引流，怎么宣传，怎么裂变，怎么回收现金流等等，一共36计，学完之后说不定你今年的生意能够翻1倍，赶紧去学。